六条叫正精进，就是勤修戒定慧、哦、菩萨道的六波罗蜜，还有趋向菩提道、哦、叫正精进。人生在世啊、哦、在家的人，你如果没有精进，就是很懈怠很慵懒的，在家叫做什么懒惰，会怎么样？失于俗利，你的事业不会成功。出家人如果懈怠，叫丧于法宝。出家或修行的人在那边混日子不精进，佛法的法宝你会失去，你没有办法成道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、哦、人生在世不要只有想要赚钱享受。我们常常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什么，及时行乐，对不对？及时行乐不是很正确啊。你这个乐如果是没有损害别人也没有损害自己，那还好。一般及时行乐都损人不利己啊。及时行乐会消福啊，人生在世要及时行善，能够做善事赶快做善，为善最乐，要行这种善乐、什么善事都去做。第七条叫正念、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即为正念。就是、常常保持这些正念，常常心里可以念佛、或者念那些有公益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事情，把它放在心里。你这个人要正气充满，不要都想一些自私自利的，这样对自己不是有好处，对周围的人也有危害啊。你看一个人起恶念，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一个出家人，或者看到一个居士穿着便服但手上拿念珠在那边念佛持咒，那我看了、心很安啊。为什么？这飞机今天的天气不好，飞机不知道飞得稳不稳啊，旁边有一个吃素念佛的，嘿，心很安啊。他马上就影响旁边的人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正念呢，平常都做好事，心安理得，那这个社会不就都是很平安很祥和吗？第八叫正定，就是心保持从前面七项到第八条，心一直保持平稳，到达极灭烦恼的境界，所有的烦恼妄想都不生，这个就是正定啊。很多人要学禅学打坐，你要学正定。昨天晚上我们有口传佛子行37颂，有的人怕禅修走火入魔了，他会先念佛子行37颂，念1000次作为禅修的前行、很多的佛学院都是这样。所以自己心里要常常有佛法，希望大家心里常存八正道，人心向善，社会祥和，国家富强，天下无灾啊！祝福大家。